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Yeo 杨耀宏。很快的，我们就要进入到了戊戌年了。那很多朋友开始在想着自己在2018年的运势到底是如何呢？所以我们特地邀请了台湾国宝级命理大师钟耀阳老师再次来到这里，为我们分享2018年的生肖运势。所以你是否想要提升自己在2018年的运势呢？那你一定得出席我们这一次的活动，我们到时见哦。